哎呀，这个夏天的味道，你给我扒一个那个大的石头，自己扒吧，我自己一个人来不及，少说话。哎呀，对的。带籽儿呗。哇，带籽儿那么多呢。还有呢。啥叶子不浪费。啊，太贵了。你得洗一下。好像是的。差不多，今天吃多了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吃，再来一个，这新鲜。你看到，看到，然后一坨。那你不尊重我，虾都不想让你吃个整个的。那可能绝了。哎呀，哎呦。跟大家赌一比，我的头都响了。三遍，嗯，三遍。这个呛过了，呛过了，拿出来了。大口吃肉，啊，太爽了。换个样子忘怎么吃了的。哎呦，咱们这也叫海鳌虾，叫海神或海鳌虾，好像是很难买，老难买了。他们说像荔枝一样，你慢点，你这一下，你这一口，就一只啊，咱不说吃个30秒，最起码20秒你得吃上呗。我咽进去，我再吃下一个。你肝不疼我疼啊。这玩意儿一口一只啊，你慢点吃啊，你品品，你替我品一品。哎，下去了，你品一品呐、啊。哪有这么吃这虾的呀？你别阻拦我了。哎，再看看这个。哎呀，你品一品，你都怼到我干啥呀？人拍视频呢，搁这儿。你品一下。你吃个葱。对，你品一下，是不是像荔枝味一样？不是，分三口也行啊。